这是今年台中灯会的时光虫洞展区，里面有雷射光，这光线让手机得了飞蚊症，镜头坏了，而且好几个民众受害。屏幕是正常的，但是后置镜头像是把拍照录影都毁，甚至显示你的拍完的照片之后一次出现那个点林小姐带的是刚买一个月的手机，当时觉得现场灯光有点刺眼，没想到拿出来拍照后镜头直接悲剧了。同行有人也发生一样的状况，后续送修粗估维修费用要7000-8000。雷射光损害了手机，荧幕上出现紫色斑点，犹如手机的飞蚊症。里面限制拍照，如果有雷射光，它对手机造成伤害。会场因为有了潜力，后来才有提醒公告，要民众进入之后不要使用手机。不过已经有多人受害。三 C 达人提醒，不仅是灯会，像是演唱会的现场也是雷射光很强的地方，雷射光很容易烧毁手机的感光元件。灯会结束之后，总共有9位民众因为手机毁损要求赔偿，市政府总计赔偿35857元。建设局表示，今年首次在灯会当中使用雷射光，未来灯区的策展也会在契约中纳入民众财损保险。 TBS 新闻吕正成、吴淑平台中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